What the？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现在把尸体藏在这个柜子里面。那之前我们看到那个阿雅房间的时候，有一段他说什么里面有猫的什么东西。他该不会他阿雅也有这个习惯吧？阿雅该不会也有习惯，就是把动物解剖、残杀后，然后把它尸体藏在柜子里的习惯吧？哎，Find out I was killing animals. Got me. Shut up. 妈妈发现他在杀动物，然后 I still see mother with a knife. 他用刀杀了妈妈。Mother feels over all red. 然后看起来全身红红的。I didn't see such a pretty. 我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脸庞。So I wiped mother's face. This face was very pretty. 他有恋尸癖哦，那个是谁啊？他爸爸吗？他小朋友啊，是的呢。啊，等一下，你说是的，是指说我刚刚讲的那个？所以意思是说，阿雅他也有就是。杀掉动物，然后把它藏起来的习惯吗？他用刀让母亲沉默。I didn't shoot。他把他妈妈的脸怎样抹掉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他怎么抹？这个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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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不是吧？他把他妈妈脸上的血抹掉，然后说那个脸非常的漂亮。那这有什么？I X X E D 哈？什么 father mother？ I got scared and run。我感到害怕，然后逃跑了，然后非常的远，over the ocean，吧？I wanted to，我想要忘记任何事情，but I couldn't forget mother pretty dead face。但我忘记妈妈那漂亮死去的脸，然后他又再杀了其他的。I really got。他一直想要看到别人死去的脸庞。What the？我怎么觉得这是他爸爸的故事啊？怎么有一种同样变态的感觉？好毛哦！啊，我不是写完了，然后我先存档。啊，他可以砍吗？不行。哦，你为什么冤魂不散？干，你为什么？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他是不是在动啊？你正在动、欸，不理你了啦，先走啦。Kill me，杀了我。谁？哦，你谁啊你？伊特，好痛！所以杀了我，不，杀了我，杀了我，不，离开，离我远一点，杀了我。还流口水嘞，干，那你脑子里暖啊？然后你就真的把他杀掉，真香啊！啊，finally 啊、哦，终于安息，
我刚以为他要说 finish her， 不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真人格斗不是有一段就是，如果你把别人，如果你把那个对方打到血都没有了，然后那个人就站在原地，然后他会跟你讲 finish her， 终结他 finish him finish her， 我刚以为他要跟他讲 finish her， 哦，居然没有。哎，又有乌鸦！我在想，乌鸦是不是恶魔代表？哎，不是有人说乌鸦其实象征的恶魔的那个吗？有象征恶魔的意思吗？是不祥的预兆、恶魔之类的？这作者更新的太强了！哦，不行了，我没办法再移动我的脚，我没办法再去任何一个地方了。我不需要保护我的爸爸，爸爸。嗯，哎，怎么又出现了 ？At your limit， 哦，到你的极限是不是？就血刃，看来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哎，你要怎么抱他？你要把他扛在肩膀上是？不是啊，你至少也来个公主抱吧。你至少也来个公主抱之类的吧，这样感觉还比较适合他哎。但他小时候的画面不吉利，我知道乌鸦有不吉利的象征啦，我一直说之前好像是看不知道哪一部影片，然后那个好像叫鸦魔是不是？他好像就是因为乌鸦的关系重新也死掉，然后就后来因为乌鸦的关系重返人间，好像是这样子吧？对，那所以我刚刚突然想到是那一个。象征没有，因为我忘记那在哪看到的，好像是跟李小龙他儿子还是谁有关吧。反正那个时候拍那部片的时候，也是意外连连就对了。这鸦魔是不是忘了，你们可以去查看看。是，反正他那时候好像是讲说什么乌鸦有什么，这是什么恶魔的象征还是怎么样，象征的冥府还是什么啊？我也忘了。过来，阿雅。看他抱上去感觉很幸福，他这个感觉真的很呆呆憨憨的欸，欸，我真的觉得这作者很厉害，连他呆呆憨憨的样子都画得出来。鸦魔战士好像是这一个，好像是这个，可是具体的故事我忘了，因为那是很久以前很久以前看到的啊。觉得害怕可以听这个等一下，我什么时候会觉得这个东西害怕了？李小龙太小看我了。怎么可能？你觉得这有可能会让我感到害怕吗？我偶尔会被吓到，正常的。闭上你的眼睛，然后砍掉你的头啊！不是。May you be smile up. What was that？ 他是给他祝福吧？What chung？ 我祝福你这样 ，OS， 祝你能够永远这样平那个什么开开心心的，如现在这样般开开心心的吧。他可能祝福他就说永远开开心心，没有任何烦恼之类的啦。我真的觉得这作者画的，这个画的真的很好哎，超厉害。You smells nice， 你闻起来好香哦，闻起来好好好赞哦，妈妈你闻起来好赞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Always use， 你闻起来像妈妈，你是狗是不是？你闻起来像妈妈，为什么你会闻起来像妈妈？那是妈妈的香水。不行，你什么时候拿走的？好，来，那是我妈妈的。觉得委屈，想哭了。现在有16个钻石，可以砍吗？我现在只要看到这些狗这些东西，我都好想砍看看。干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拿桌上的东西啊？
你又在装忙被我看到了齁，真的很雷耶，躲起来了。哦，快死掉啦，不要，活过来了，活过来了，哈哈哈哈，这好可怕哦，那什么，我要拿什么？没关系，不会啦。老鼠咬人，对啊，那边老鼠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住，一直在咬它。不是，哦，我刚刚拿到钥匙是不是 ？Don't be， 不要害怕嘛。哎，老鼠跑走了。Not good. Animals in. 等下，他是说动物讨厌什么东西是不是？但是感觉这个阿雅看起来比较成熟哎，比那个什么，比那个他小时候那个四五岁那个时候看起来成熟，真的有差哎，他这个画出来的感觉有差。还给我妈妈的香水，嘿嘿。为什么你在？这是好笑的。你没有，look around，很小，要干嘛？老鼠有人讨厌香水，对啊，他应该讨厌香水的味道啦。什么狗？哦，要给他骨头是不是？可是这里哪来骨头 ？All and dirty， you could push it。老鼠，你想跑去哪里？欸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还有个地方还没去欸。我们还有个地方还没有去欸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有个洞里面那个娃娃那个。哦，不行。黄富哎 ，Euro 安安晚上好哦。连 Euro 都知道狂富啊，我看可不可以去那个地方？因为那时候原本要去，就他好像说什么有怪物，所以不让我们过去。这里吧。哎，我现在发现我都存同一个档。我怎么有种不想的一个？那就这里啊！有看别人玩过？在哪里？哎，所以这边有什么骨头啊？这边都不能砍啊！这代表不是这边。哎，等等等，他搞不好可以砍哦。踩那个人头真的是，我想想看哦，忘了太恐怖了。其实仔细看这个，其实仔细玩的话，其实就比较偏猎奇啊，偏猎奇向的游戏，我觉得。恐怖其实我倒觉得就还好。哦哦，还可以这样子哦。妈妈的香水。哦，来你个大爷啊！诶，康道他冷静下来了吗？现在不是该在意他是不是冷静下来的时候吗？你怎么会在意说，哎，他冷静下来了没有？哎，他不见了。Just a little， 稍微喷一点可以吗，妈妈？
你这个已经不是一点了吧？的三下呢，在自己身上喷香水。好，我们再进去看看，还有没有人啊？还有没有在啊？在哪里？啊，再过来啊！看狗鸡啊！我这边可是有电锯的哦。哦，写字。You said I'll be family. You lie. 你跟我说我们是一家人，你说谎。很小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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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哎、欸，不能叫那个。我以为可以叫出那个什么电锯，不行。What the？ 刚刚一看到我就直接吐血，是三小啦。我把在外引导买卖呢。对，我也知道我是很帅的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看到我吐血，我是真的觉得有点夸张啊。The book I won't open from this side， 没办法从这边打开。其实这个床是可以打开，是不是？它床后面好像有个洞哎、欸。哦，哦，有东西来啊！啊！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